等会儿啊，跟你急的，跟小猫咪急的。蓝妹，老大，胖虎都吃上了。啊，知道啦。喵喵，你的饭快好了啊，等一下。这两天特别能吃，好了啊，等会儿啊。啊，汪汪。等着，再给你弄。幼猫猫粮，鸡蛋黄，猫猫有点小，给它弄点罐头，弄点鱼罐头吃，然后再喝点羊奶粉，营养就可以了。哎呦，我看你急的，快好了啊！喵喵，哎呦呦，小爪，好了好了，别急，有你的啊！这两天肚子都吃着横了，都不敢喂你了，喂多少吃多少，能行吗？好了。喵喵，好，再过两天就可以出来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好吧，吃吧。昨天去宠物店看了一下，没有啥毛病，就是有点营养不良。它这个毛是别的小猫给它咬掉的，过两天就长回来了。皮肤也没有什么病，还挺好。喵喵，哎，喵喵，吃吧啊，来，再加一勺肉吧。哎呦，狼吞虎咽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能吃饱啊。哎，你看这，天元猫就是厉害，勺子都有两半了，都饿的害怕了都，在外面饿害怕了是吧？给你拌一拌。能吃能喝的，以后每天都有啊，不用吃那么多，天天吃小肚子圆溜溜的，给多少都能吃完，给多少奶也能喝完。小喵喵，嗯，你吃饱了吗？出来吧，出来玩会儿吧，不关你了。出来不出来？还是田园猫厉害，这么小就知道爪子磨得尖尖的。它这个毛色也比较漂亮的花纹。嗯，你出来不出来呀？出来玩吧，快不好？这是你的家，不用害怕哈，出来吧。敢不敢下呀？下吧。哎呦！哟，这么高就跳下去了，哎呦，又钻进去了，喵喵。